啊店伊啦，啊你拄仔讲爱干净，啊就是爱对厝内底人好温柔体贴，啊过来咧。我拄只讲的遐个条件，我拢袂，其他拢会用。哈？啊你唔着咧甲我装笑，我写遮侪，啊你拢讲你袂。非得我就是无介意有洁癖的查甫，啊对厝内底人想好，就侪拢是妈宝，我嘛无介意。啊，好好好。这拢不改，安尼哦，我再替你注意一下。啊，安尼啦，啊你传一张迄相片给我，吼，啊你这么高追，我若传你的相片给伊，吼，一定哦，足侪对象的啦。好，我手机也有啦，到啦。喂，好姐啦，啊你迄蠓仔叮遐袂好哟，啊敢卖摕药膏给你抹？什么蠓仔叮啊？啊，搁只边只一大红红只。你袂上哦？啊，迄毋是蠓仔叮啊，迄是陈木做的记号啦。哦，陈木，嗯，啊，你也有胎记哦？对啊，毋是足侪人拢有诶。嗯，那才奇怪。啊，拄好，阿慧姐甲慧君拢有胎记，而且搁伫个共一个所在，啊，这是安怎？不是，你报警察的哦，啊，不然两家来吃。母啊，我嘛是接到通知才赶来吃的。啊？阿母，即摆领证的规定足严格，就算讲是你本人去领，啊，云海人嘛问讲，啊，你领这个钱是啥物用途？若毋是本人去领，就算讲你有结金簿啊、印鉴，啊，佮有密码，伊嘛会打电话给本人确认者。也阁有，若是领超过50万以上，银行除了打电话甲本人确认以外，还会将领钱的人的身份记录下来，一律被查哦。啊，国外本人来的啊？是啊，啊，即卖诈骗集团这么猖獗，一通电话就把你骗到零零碎，所以啊，现在防诈的宣导这么多，就是惊讲老大人去用骗去。阿妈，好佳哉哦，你有来替我证明？啊，若无我真爱红公会，佮亲家讲呢。阿姨，你是想要甲阿妈气死的是无啊？阿妈即摆身体无好，伊受家安尼，你就干呐要紧你迄本假金簿啊？即摆就只有你啦，才会要紧啊！你也了记伊啦，伊哦，你一个外人啦，是要紧啥物啦？伊就干呐伫遐边啊。插嘴啦，甲代志要好大尔啦！来，簿仔好啊，母啊，啊若真正家己做的，你要看医生是要安怎？我的事我要回，你哪会拢唔听啦？来啦！母啊，该听的话我会听，你不过这件代志我真正无赞成啊！阿母啊！今嘛，我伫因的面头前伸手摕予你，谁嘛有意见，对我来。原来这么要紧哩，是我唔对，你为安尼想要跟我拍？米醋的早餐，你敢会记吃？阿哥啦！姐姐，姐姐。